海生馆啊，地处这个我们叫国境之南，国境之南离我们最近的海洋研究的机构学校就是中山大学，能够更加合作来推动我们的研究教育。我想我们很多中山大学在研究型大学里边唯一有海洋科学院的许多的我们这些的教授们，自然在许多的研究许多的采样可能就都借助这个海生馆。我们确实也许多的科研的研究啊，因为海生馆的一个协助而让我们创造了许多的这些的成果。我们带来了台湾西南沿海地区所有的鱼种介绍，希望透过这一次的鱼种介绍可以跟民众有更多的互动，也让他们可以更认识台湾的海洋。